大家好，我是邱南昌医师。在全民共同努力下，国内疫情风险降低，民众可以安心从事各项休闲活动，享受娱乐时千万不要疏忽个人的卫生防护，包含一、维持社交距离或全程佩戴口罩；二、保持双手清洁，勤用肥皂洗手或干洗手；三、若有发烧或呼吸道症状者，请尽快就医并在家休息。民众若安排室内活动，例如看展、听演唱会等，请注意下列事项：一、配合场地防疫措施，例如量体温、消毒双手；二、维持社交距离或全程佩戴口罩；三、协助登记实名制或实联制资料。也请国人和我们继续守护这得来不易的防疫成果，迈向防疫新生活。